你怎么知道他会缩成一颗球？因为那个他婆婆之前讲给我，他说他遇到危险就要缩成一颗球，这样子用这些尖尖的鳞片来阻挡，要使恐龙吃它。哇，你好聪明哦！搞不好林贝龙是球鱼的祖先哦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没有啊。好，我来念喽。我的四肢粗壮，躯体圆滚。背部有数排尖刺，尾巴超过身体的一半。哇，可是它的尾巴为什么画太短了吧？它明明就要超过身体的一半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林贝龙它是什么纪的小朋友？侏罗纪。对，侏罗纪的。侏罗纪。从林贝龙的嘴部最前端是窄喙，很窄的嘴巴。身上有一片片骨板，称为鳞甲。你在干嘛，恐龙？形状与大小依其生长的部位而有所不同。平常是四肢行走，臀部是身体的最高点。它的屁股在哪里，小嫩嫩？最高点呢？最高点在哪里？对，四肢的掌部都有一样宽。偶尔用臭枝站立起来吃枝叶，不要这样画。遇到敌人只露出有尖甲的背部。有尖甲的背部在哪里？对，好。